到呢，哎呦，刚刚那个 stand up 那个我很有兴趣啊。哦，真的吗？要试试看吗？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，现在有兴趣是怎样？如果这些呢，换成其他角色，我们刚讲说我们有那个小老鼠嘛，对不对？看到可能都会跳，可是这一群呢不简单了，相当的可爱。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米老鼠？有，有的举手，有三个圈嘛。好，喜欢的举手。喜欢的举手。哎，占一点点而已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我们今天的这群老鼠呢，一定让你们彻底的喜欢。所以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米奇妙妙妙，掌声欢迎！来，掌声欢迎他们！哇！小凤梨班的小朋友，带来热情的米奇！嘿，一起来，跟我们打节拍！嘿，嗨嗨嗨！他们的热情在这边散发，我们的热情呢，一起来，嘿！回应一下，我们刚也训练有素嘛，对不对？来热烈欢呼哦！第一排的说，闪掉了，你看，第一排在那边嘛，要呼兰来会闪掉，对不对？好，来第一排，很好，第二排，第三排，第四排，台上的，你看我们也会的，好，我们再次热烈掌声，耶！我们好，下面来，我们请站起来。厉害了，哎呦，这个就果然妙了，你看看这么厉害哦，他很专业，这个也非常棒，
表情严肃，就是我们那个专业的这些啦啦队。我跟你讲，啦啦队站前面都是这样子，很酷，对。好，那接着下来你看哦，热情呢持续在这边散发了，紧接着下来，哦，要无敌的。